嗨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湾区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报道。我们现在是上完课已经从我们这个学校教室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开车来这个图书馆，然后我们后面就是图书馆。图书馆它这个时间是 Library Newark Library 图书馆，它上班时间是12点，它现在并没有上班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在这里再等一下，看看还有8分钟。纽约图书馆，我们看一下图书馆上班的时间，这是星期一12点到8点，星期二12点到8点，然后星期三是10点到6点，星期四10点到6点，然后星期五是 close 关门了，星期六 Saturday 是10点到5点。星期天，上午不上班，从今天上午是从下午的一点到五点，这是星期天。然后这是 library 禁止的东西，图书馆禁止的，应该有这种规则。不要这样，然后要看好自己的孩子。这上面写的有东西，这上面是有中文。图书馆光临禁止，影响他人安全造成威胁，影响工作正常工作，然后要关心孩子，接送孩子。然后这个图书馆，阿拉米达县图书馆 Slope 不一样啊， Newark Service Center 不一样的啊。 Thank you。没有开始，这个大家陆续都来了，但是没有开始。然后图书馆这旁边都在造房子，各种制造房子，啊，有这个围起来的房子在制造当中。人们还是比较喜欢来这个图书馆了啊。然后在旁边造各种房子，这个大树下面是比较凉快的，我们很喜欢。这是这个挖机的车在工作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挖机，挖的机器。你看，天空画了一个十字架，我们可以看天空出现这个十字架，出现十字架。然后，而且这边的天空是有这种像很漂亮的天空啊，这种像鱼纹一样，
挖机现在又开始工作了。我们看一下挖机，看这个挖机的工作。这个黄色的那个手臂是挖机，他在工作。这是旁边是 Newark 的，看看旁边，这个旁边是 Newark 的警察局。警察局和从这条路过去是 City Hall， 是市政厅。然后这边有个大楼，有个大楼就是这边的 City Hall 的大楼。挡住了，大树挡住了，挡住后面，后面没有挡的就是 City Hall。 大楼露出来了，这次又是 Newark City Hall。这个大楼就是 City Hall。 然后往这边去是这种车出来的地方，就是警察局停车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往这边走，看这边就是住宅小区。然后这是大家停车的地方，可以停车的地方。然后我们看看时间，时间是2个小时。可以看到吧， 2 hour parking all day Monday to Sunday， 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天大家可以在这里停2个小时。然后这边就是标志，就是有这个 Newark 的图书馆的标志。天空上在画十字，这边是一个就是属于儿童游乐场，有各种儿童的在玩的东西。前面绿色的草地上面是一个大的可以踢球的一个广场，这边大家已经看到了是住宅的样子，有住宅的样子是这样。这边就是游乐场，后面是游乐场，后面就是住宅，也是住宅小区。然后大家看这边就是图书馆是和 City Hall 之间，就是这种各种建筑包围起来，用蓝色的围栏包围起来的建筑。然后这边就是大家在等着12点开门，然后可以进去看书。现在图书馆已经开门了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进图书馆了。图书馆已经 open。open 了，然后我们看一看。这就是我们的图书馆，我们经常来的一个图书馆，这是 Newark 的图书馆。然后我们也会到这个Fremont 这边也有图书馆，还有这个 Unicity 这边也是有图书馆。我们可以到这几个图书馆里来去逛一逛看一看。
看这天空，我们看一看现在这个天空，天空正在十字交叉，看看这个天空，十字交叉的天空，白色的，有一个十字，白色的十字交叉，在天空上，有这种飞机飞过，近色的天空会有这种颜色。现在是大家纷纷是进入图书馆，到图书馆里面去读书学习，所以非常好。我们现在也要到图书馆里面去，去图书馆里面学一学，读一读书，看一看。好，让我们进去吧，一起进去学习吗？